小心！ 小心一点。不好意思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在这儿上班。我在严格上班，今天第一天。这么巧？嗯。那，怎么拿了这么多衣服呀？这对我来说算少的了。哇，这是你的包啊，真好看啊，你这个包。谢谢。这是我自己手工做的。手工做的？嗯，喜欢吗？ 送给你了。不用，你太厉害了吧，这么复杂的工艺都能做出来。这是你们 Check 的最新设计吗？对，这个面料，你知道这个面料啊？这个面料是1945年的时候由法国研制而出的，当时都用作军用物资，后来在巴黎时装周上被设计成了女装，轰动了全球呢。还有啊，这件，这件我知道，当年张骞出使西域，带去了中原文化。 而且还把丝绸技术带到了中亚国家，这上面的印花呢就很有早期中原文化特色，这应该是当时中亚国家受到了中原文化影响后的产物。真没想到你对布料还挺有研究的呀。没有你了解。其实之前出国的时候，我学的不止设计，还研究了一些布料。你出国了？嗯，差不多在10年之前。怪不得从那以后我就没见过你。 你，哎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现在有点事，我下回再跟你聊啊。嗯。对了，你还记不记得10年前有一个想学设计的女孩啊？10年前的事情，我记不太清了，但我现在遇到一个。 这个傲娇鬼真的太倒霉了，让开！主编，你可不可以多分配给我一些跟设计有关的工作？我真的很想成为一名设计师。 这让你去拿50啊！我是想多接触一些跟设计有关的东西，而不是做这些杂事。做什么？杂事。你主编，我主编啊。当然您是主编了。那就照我说的去做。谁把垃圾桶放在这边啊？收拾干净。 奥林匹克，哦，这是这一期的样稿，看完给我感想。早说嘛，吓死我！